同学这个地方啊，24小时啊，乘以60，1小时60分，然后1分钟60秒，变成86400，86400，那88000乘以14次，好，88000乘以14次。四次方，然后6000，然后400，所以是4+3+2。那这第一题解决，第二题16跟15要先做，因为乘起来会是400。那400再乘1250，好，400要乘1250。那1/25乘以4是比较好做的，1/25乘以4，那就是500。那这还有，总共3个0在后面，然后再乘以23，然后1.15乘以10的7次方，一样，这1.15变成1.15，少2位，然后后面要补2位，5要变7这样。在第三题，那他说几位数？那我写了啊，二到八次，10的8次方，有8个0在后面，还要再一个一，所以它是9位数。那负7次方，哦，这个八是指这里有8位，然后再加这一位。那就变成9位。那这个负七是指这个一，这是小数第7位，然后就不是零。那前面是6个0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那这样子9+7等于16。第四题的话，每个都做一次。这个57。这里本来是7次方，然后再分母是负7，57从这里切开就变5.7，然后把这一位加给负7，就变成负6，负7+1就变成负6。那如果这看得懂的话，啊，五跟七之间，0.57变5.7，那后面要少一位，要减一。那这里5.7，然后是负6再加一位，那边负6+1变负5。啊，这里是比较简单的，切在5跟7中间，后面有3位，然后负9再加那3位就变负6。啊，不一样的要选出来。那第5题，A 没有问题，减10个 B，10个 B 要这样写，那这个10会跑到后面的4变5次方，好，两个都是5次方，确定好。确定是5次方，这是5次方，那8.4跟2.4就可以合并，第6。那15光年的意思是光要走15年，光要走光，用光去走要走15年，非常的久哈。然后这个公里要换公尺，所以10的12次方要变成乘以10的3次方，再乘以15，因为要走15年。来看这个配这个。那你零的部分，哦，零的部分就不，就跟零在一起，所以是一是1.9×10的15次，然后这时候一是1.9变成1.419，
好，那这里15位就要变什么？17位，因为14、15少2位嘛，那后面要多2位。第七，因为他要问何者最大，所以本来就四个都要选一次。那 A 加 B 跟 A 减跟 B 减 A 都是10的负四。你看一下这是10的负四，那这个我把它改成这样子会比较好做，因为就变同类了，就变同类。次方一样，文字也。数字也就是10的负4次方，那这里小心8.1要改0.81哦，因为你负5变成负4是加一，所以前面要减一位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合并，啊，用加的用减的都有。那乘的话，负5跟负4变成10的负9，太小了。那它用最大的，好，那现在负5减负4就变成负1的，啊5/8.1哈，因为你8.1除以五，5/8.1变成小数点，那负一次那就比大家都大了，比其他3个都大，第八。第八，那这里就是负6、负5、负7，看那个次方啊，因为它前面都是正的，它前面都是正的，2是正的，4.3是正的，7.45也是正的。好，那负6、负5，哎，这要改一下，写太快了，都不是大中小，大的在这里，中的在这里。好，那所以应该是 BAC，BAC。BAC，好。好来。7.5纳米。7.5纳米要换微米，第九题。换微米就是要除了。哦，那纳米的话是10的负9，那本来是微米啊，10的负6，那所以负6对负9就变正三了，7.5×10的正3次方就变成7500。那第10题，顺序变。第十题的话，就是拿7公分的类去除以地球。好，7公分1公里，7公分用米来算的话，1公分是负10的负2，0.01嘛。然后公里的话，公里是10的3次方，公里的话是10的3次方。那你以后如果这样子，负2减3就是负几，负5，然后7拿下来，7除1等于7。那7跟负5要加起来，那就变成正2。小 a 是七，好，那再次填充仪，对，计算仪。哦，金手指第一个是比大小，那5次当然小于6次哈，然后负4次会大于负5次。我们先看这范围圈起来，然后在第二题，
啊，第二题讲过，要从第三题开始。2.35×1.08，那你是不是要想办法跟底下的六约分？所以这种数字要跟六约分，那六去找它。0.18这样子，0.18，然后235再乘0.18，那个负十在下面啊，所以要写0-10，要写0-10给老师看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上面是十的零次方，然后是负十，那零次方去减负十，那就变正十了。那这个东西变12.3，再变4.23，十的11次，啊，第四，第四个比较讨厌，我们先看一下上面的。好，那。这小数四位，那就是十的负四，小数的负三，小数十的负九，所以是负四加负三减负九，负四加负三减负九，那负四加负三等于负七，减负九又变加九，负七加九变正二。那刚好是 x 加一，所以这样 x 减一等于二，那 x 就等于三了。好，那再带进去题目要的东西。题目要把这三带回原来数字，那前面这是3-3，底下是3+1，那3+1是四次方，五的四次方是25625，0.275，然后零次方那就是变几，变成一，然后乘以十我都没有动过。好，那我们再用约分，这是125，这样子，520，然后5跟625约分，好，这就是它的值，好，值的话就不要写科学记号了，遇到不会的可以暂停再多看几次，我现在都有放慢速度。